针对于药师如来的第九大愿转邪归正愿，这不是我们一般凡夫能够具足的能力。总是人生活在世间，有一些是从小被灌输的不正确的知见，有一些是自己在成长的过程啊，因为因缘的关系接受教育，自己在环境里面为了保护自我而建构起来以自我为中心的思想。当然还有一些是所谓没有自信心，需要依附他人而渐渐的被其掌控的这种所谓魔网魔的眷属。那菩萨在行菩萨道，大乘菩萨他要行菩萨道的时候，必须种种的困难都排除，不可能为他人所掌控。其实修行只有自己的方向，自己正确的知见为他的内涵。如果你有正知见，什么都不怕。如果你没有正知见，你必须仰赖某人某一种环境，那自然就不可能有自由自在。那菩萨在修行里面，如果要行菩萨道，必须排除所有所谓人事物上面的种种束缚，自己知见上要好好的建立起来。在比较所谓的外道跟佛的正知见里面，差异是如果我们能够不心外求法，也就是懂得自己的佛性要如何去开发，那么这就成就，就是往菩提路上去开发，能够成佛那就不远了。所以如果不能够得证菩提，一切的理论跟一切的行为都属外道，这样总说比较容易。那我们在比较佛教跟其他宗教的同异之处，大家都知道，所谓人嘛，基础上都有他善良的一颗心，所以所有的宗教基础上都会谈到善良、善心、爱心、慈悲，能够救助众生，这是没有什么不同的。佛教依然是如此，相状上大家都一样。唯一的差异是在他了解的程度，内证的就是自证的这个精神的层次。所以佛教它比较着重于最后能不能够得证菩提，所以过程里面有因缘因果，就是缘起法教导了很多的办法，让你一步一步的走下去，能够证得，然后开发自在解脱。除了自己一生以外，还能够帮助无量无边的众生。那我们简单的介绍，菩萨要行菩萨道，它有45种魔障。我们一般来讲，总归有四种，这是大体上所有的凡夫。那菩萨有45种会障碍菩萨的正行，如果我们知道了，那以后我们就可以来检核自己。药师佛呢，跟所有的诸佛都是完成者，所以可以帮助我们。那我们也自己要知道自己的障碍是什么。我快速的把它念过一遍。第一，若修行菩萨心，乐声闻视为魔障。也就是如果你要成佛的话，你只乐在声闻成证阿罗汉果，这是魔障。二者，不念菩提视为魔障。如果修行你不为成就菩提，那么是魔障，它是没有答案的。三者，
所施而有分别，是为魔障。如果你在布施的时候，内心不能达到平等，当然就不可能平等觉，所以是为魔障。四者求生高贵，是为魔障。所以你要求高贵，那不过是有所得的人天报，这是障碍你自己的。你已经在三界中有某一种的界别，那种概念设定，这是魔障。五者愿生端正，是为魔障。如果你把你所修行为了投向来生来世能够长得这个庄严端正，这个是魔障，太小儿科了。如果你把这个所有的一切放到毕竟的成佛的这个角度，你好好修行，它本来就会庄严嘛，何须再来为了求庄严呢？所以这是魔障。六者勤求世事，是为魔障。如果修行只会求的世间的一切圆满，出世间的这个内心解脱这个部分毫不下功夫，那这是魔障。这是很多人会犯的呢。很多人开始修行是觉得自己能力不够好，人缘不够好，善巧方便不够好，所以修行想要取得某种改造自己这些素质，那这是为了要求世间的圆满。有的人修行啊，近期到老的时候还是在谈，我好安尼想想，我这个菩萨哈做了无好，我咧家族啊内底无圆满，我咧家己的事业无圆满，什么什么，他都一直想到圆满这一块，这个就是勤求世事，他没有去想到，其实他真正要在所有的圆满跟不圆满里面去完成体悟。何谓圆满呢？何谓圆满？世尊圆不圆满？你说世尊啊，他娶了老婆丢了孩子，圆不圆满？你以世间人看圆不圆满？不圆满。但是他为的是什么？所有众生毕竟解脱，最后呢，老婆孩子是不是都渡到佛门去了，也都得证阿罗汉？所以最后来看圆不圆满？圆满。可是以世间人的一个丈夫的身份，在开始的那一段圆不圆满？我告诉你的丢啊，是吗？所以以那个角度来看，是用什么样的立论？所以勤求世事，是为魔障。七者常禅定少分心悦，是为魔障。有的人戒定慧在修持定学的时候，有一些些的体悟清安，然后就感觉到非常的欣慰愉悦，这个是魔障，这个是魔障。八者以智清闲少分功德，是为魔障。也就是你自己有少许的智慧，但是你会轻视积嫌他人少分的功德，人家做什么略有一丝毫的福德，你会想说啊，那没算什么，真正要开发般若智慧才算。所以这种也是魔障，这个心中是没有众生的。当然我们不是要执着众生，但是你要平等的去知道众生跟我们都是有佛性的，跑得快不一定会到达的比较快。龟跟兔，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九者不乐世间生死，是为魔障。这个就是要讨论一下，说不乐世间生死本来就是对，为什么要魔障？这是在讲大乘菩萨。大乘菩萨道，他本身必须真正有体证，有正法身。你行菩萨道的时候，世间的生死不是一回事。那我们凡夫如果乐着在世间生死，那真的是大魔障，就等于乐着世间。但菩萨他看世间出世间，他是在所有一切里面度化众生，所以不管哪一道
都是因缘法，都是该度的众生。所以不乐世间生死是大乘菩萨的魔障。这个当然讲的是法身啊，有登地的菩萨。实者所修功德而不回向无上菩提是为魔障。你所做的任何一件事都是基础上是要证得无上正等正觉菩提。这个是一个很基础的方向。如果你这一点都没有，那不过就是世间善人。他不是为了得证无上正等正觉，所以是为魔障。十一者厌见烦恼是为魔障。想说讨厌看到有烦恼，这不是对吗？为什么是魔障？如果一个菩萨看到众生的烦恼，就觉得好烦了，六环都卖来催我，我听着都烦，这个是菩萨的魔障。那自己呢？如果是已经在修行上面有些力道了，应该所谓的烦恼不烦恼是如幻了，以众生的相状为因缘而去度化他。所以不辞烦恼是不辞世间众生所有的困境而来相应处理他。如果菩萨还有一分无明呢，那么也是可以看到自己思维的烦恼。那这个呢是无明惑了，他已经不是我们众生的见思惑或尘沙惑。这种状态之下，他不会厌，他也不会所谓特别的见与不见，而是当下能够起观照心。那你如果这个也要摒除，这个菩萨他可能就是所谓入正位取涅槃，这个就不能够完成。所以这个是在讲大乘修行菩萨行经里面的魔障。第十二，复藏所犯不能忏悔是魔障。就是你会掩饰自己的所犯的诸不善业或是任何的错误的行为而不敢忏悔，不能忏悔是为魔障。修行啊，在过程里面有的人会把它包装成自己好像什么都很好，那以为自己以前的这些也没什么啦，觉得跟众生是一样，其实他是没有真实的进入升观因缘法、因果法。所有的修行人他不昧因果并不是怕因果，但是自己所造的种种必须有勇气去承担它。十三者于修行菩萨起憎嫉心是为魔障，就是会嫉妒人家，这也是魔障。嫉妒自己怎么好呢？这自己怎么得证菩提啊？心中不空啊，是不是有我执法执？十四者诽谤佛法是为魔障，就是对于佛所说的啊，世尊讲，你别听啦，这句听我会较对，好像世尊没你厉害啊、哦。这个上面应该是说，世尊所说可能这个暂时无法全面融通，那我为你来做一下小小的整理，这可以。有的人说啊，你世尊在讲诶。大德翻译的这相看有，就叫你困难。我咧讲，我咧讲白话，给你听，听我也较对啦。这个是诽谤佛法，小心不要犯他，知道啊？十五者，狂惑众生是为魔障，欺狂啊，迷惑众生。十六者，不修六波罗蜜是为魔障。这个菩萨不修行六波罗蜜，认为我即已成佛矣，所以什么六度波罗蜜还让跪顶啦，我即满面啦。其实所有一切都涵盖在里面啦，又何须特别来强调自己已不是权位菩萨。十七者于诸佛法不要听闻是为魔障，就是对于佛法不再喜欢听闻是为魔障。这个是要放下身段啦。有的人都觉得说我已经懂了，融会贯通，我自己都能解释了，我何须来听这么简单的佛法？其实那还真的有一个大大的我了。我们永远是在学位，
都是在学处，要下心学习啊。那所以不要听闻，这是魔障。十八者千令佛法视为魔障，知道而不愿意告诉人家。十九者为利养故，宣说佛法视为魔障，为了名闻利养，所以才讲说佛法，这个就是魔障。觉得哎，好好开大作，哎，安尼等于受强用，哎，落地较紧啦。这个是很恐怖、很恐怖的啊。二十者不以方便摄化众生，视为魔障，没有方便善巧这样来帮助众生，就是没有发菩提心，没有下化众生的心。二十一者不摄受众生，视为魔障，就没有权巧方便，也不愿意摄受众生，那是一种自了汉的心态，这是魔障。二十二者于犯戒人正贤清净，视为魔障，这个我们要了解一下。大乘菩萨对于犯戒的人不能够讨厌他，不能嫌弃他，不能轻视他，因为众生的佛性平等，你没有再有高低差才真的无我啊。那我们看到犯戒人多不多？多啊。知道犯戒，戒是持守，是自己在持的，不是设了戒给别人持的。所以菩萨在修行的时候自己好好持戒，但对于犯戒的人呢，不会正贤轻贱。像世尊有讲开遮持犯，总是会有某一些你习气刹那之间不了解的部分，所以他有很多的忏过忏悔法，那有很多的发露，所以像这些呢，都是真正能完整的了解才能持戒啦。硬邦邦的一条戒，那你怎么持？那别人做了些什么事就会轻贱他？其实真正菩萨道起心动念之间，就是完完全全的明白才真持戒。二十三者于持戒精进无敬重心，视为魔障。这两条哈，刚刚说对于犯戒的人你不会嫌弃他，那你也不会讨厌他。那二十三条是对于真正有持戒精进的人无敬重心，也不会敬重他，这个是魔障。因为在末法的时候，对于真正有持戒的修行人大乘菩萨，我们应该敬重，因为很不容易，很不容易。但是敬重绝对不是阿谀奉承跟恭维，而是内心知道这个菩萨是真实修行，那我们内心是尊重他的。所以这两个要合并。二十四者修声闻行，视为魔障，就是你只愿意修声闻行，没有打开平等，这个是魔障。二十五者顺独觉行，视为魔障，也就是只在十二因缘法随缘随缘当中，没有真正的发菩提心，这是魔障。二十六者非时意修道业，视为魔障，不正确的时间，不正确的思想，不正确的方法来修行你所谓的道业，这是魔障。比如举个例，比如现在是过堂的时候，你就说你要去拜佛，我多精进，我一点没拜佛的，这个过堂的时候不过堂，这就非时了。那比如日三十夜三十，那世尊有规定嘛，你初夜中夜后夜你应该要怎么样，那你这个时候就想的跟人家不同，然后说啊，我都赶快啦，啊，不是赶快日三十夜三十，我去给吊这里啊，这不一样啊。像这些就是你不是很正确的时候，不是很正确的位置在做正确的修为，这个是魔障。二十七者舍大慈悲而求涅槃，视为魔障，就是没有大慈悲，那只想入正位求证无余涅槃，这个就是魔障。二十八者乐修无为，视为魔障，乐修无为法，就是所有一切我不造作，这个是一个
御词，强说无着，总是吃啊，我都不执着啊，这个，这您哦爱插嘴，我哦我这人无为，其实这不能入世，无行动力。真正修行到大乘菩萨，有为无为，不依不异，他没有起心动念，在所有的一切里面看到他的妙有因缘法，而以此来度化众生。那这内心呢是无为，所以他的有为的世间生灭法当中，内心是无为的，这才是大乘菩萨，并不是强调一个无为的。二十九者，贤见有为，是为魔障，就是会嫌弃。啊，恁家拢做作啦，那我怎么样呢？比如今天我们有一个什么样的推广，比如说我们要弘法，我们有排定课程。那比如我们因为社会大众对饮食都有一些比较贪婪偏差，所以我们来一个素食品尝教学。那比如现在呢社会上面的物资太过充沛，所以大家家里的这种第二个第三个产品太多，这是不用的东西，于是我们来一个大拍卖啊，把家里这些东西啊以最简约的方式过日子嘛，那把这些拿出来跟大众结缘。那这个时候你可能想说，哎，这有违法啦，难道所有的物品就都放在家里吗？难道所有的人一点应该如何让自己的色身不要因为食物而有一个错误来伤害你自己，也社会成本不伤害众生，难道这不是应该要推广的慈悲行吗？那有的就会在这里说，哎，攀岩攀岩，贤见有为。那如果说这里面呢，比如我们素食推广跟品尝，或者是说来个大刚刚讲的大义卖这些行为，如果这些你心里在想着说，哎，这样可以打知名度，那真的是要小心啦。那如果不是的话，那本来就应该菩萨行啊。今天哪里有水灾，你去救助那里的孤儿，有错吗？今天哪里有土石流，那里的众生已经贫困无依，有很多什么样的？难道说啊，可怜啊，因果自负，荷花依附，难道是这样吗？对不对？这样知道意思，所以不能贤见有为。三十者，不助众生善行，是为魔障。众生如果有善行的时候，菩萨会不会随喜赞叹帮助他？会。三十一者，我慢共高，是为魔障。这很明白，如果大乘菩萨还有我慢共高，那铁定是魔障。三十二者，两舌斗乱，是为魔障。这是爱斗啊，这个也要小心啊。我的理论他的理论，我这一派他的那一派，所有都是众生需要的，法门是每个众生的，法门不是自己针对于自己认为的认为，这样叫一，这样是才是唯一的法门。那如果要两舌斗乱，这个怎么叫佛法呢？佛法不是要融合吗？那但是是非善恶会变，他没会很明确了了分明，但是不是辩论，不是斗争。三十三者，狂惑众生，妄说是非，是为魔障。就是欺骗狂妄，欺骗众生，然后说这是是，这是非，这是魔障。上一次我们是举了一个例嘛，就在这个转邪归正里面有讲到，有一个妇女怀子啊，然后六师嫉妒世尊，说是儿子嘛，是男众，所以他说是女生，后来一直给他按摩，呵呵，后来胎死腹中嘛，这不是胎死腹中，这个母亲啊，孕母啊，就死亡。那这个就是狂惑众生，妄说是非，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直接说不知道，不合真理，是非千万不要说，有的只是在搬弄是非。哎，那个说你怎样，那个说你怎样，好，你怎样怎样，哎呦，第一你先落地较好啊，别跟说怎样，
像这些啊修行里面哦，如果我们是要调和，那就要让他知道说哦，你要调和什么，他要调和什么，最后走向调和的路线，这个就是对的。那你如果是为挑拨的话，那么就是魔障。34者，谗取妄语，所爱非真，是为魔障。这个菩萨道要有方便善巧，但是呢，他绝对不是谗取打妄语。那哎，我好喜欢你哦，哦，我真尊敬你啊，哦，你真是我们的大菩萨啊，哦，没有你的话，我们哪以成就？这些听拢去给不回，这种虚伪啦，这种虚伪啦，这个是魔障。那当然啦，众生里面呢，大乘菩萨道就是众生来的时候要起淫啊啊，好啊，老菩萨你这里坐啊，等等啊。啊，你打哪儿来呀？哦，好好好，你今天要来上课，欢迎欢迎。这个不是谗取啊，对不对？那如果说，哎呀，你看你看你看，就只有你煮的我才吃得下，哎呀，只有你泡的茶最好喝。嗯，阿龙跟他立，把人都弄唔掉啊。阿你听了就欢喜，今嘛后讲你咧后边，我讲，哎呀，你泡的茶比别人泡的都不一样，这才香啊。这个嘿，两面人呢。知道吧？像哦，修行人最好别在这个人家供养的物品里面呢、啊，去有一个高低分呐、啊。你就是点点笑笑，嗯，好吃好吃，嗯，好欢喜欢喜，嗯，很好很好。其实这里面就是大家能顺顺当当的过就是最好。那真正有没有这些发心？他的发心就是这样，他的发心就是饱满了，他的发心就完整了。他整个过程就是已经圆满了。35者，于诸众生无真执心，是为魔障。如果你对众生没有真心执心，不执心，这是魔障。36者，心变刚广，是为魔障。就是你的心啊，有的菩萨看到众生啊，没有呼应于他的付出，那久了就心变成很硬啊，然后很粗暴啊！你这人讲我插吧，啊，这句你都不是菩萨了，变了。啊，我呢做个老官，要个老奴，这个哪是菩萨啊？你在求什么东西啊？对不对？这是魔障。37者，心变粗猛，是为魔障。这个心啊，变了，很粗糙，很暴烈，这个就是魔障。38者，见造罪人不劝忏悔，是为魔障。如果我们看到有人造作恶业啊，那应该要善巧方便的去劝戒他。所以如果你不劝他，就是不劝他要忏悔，这是魔障。因为你没有真正教化众生，跟众生一起成长的那种意愿。但是这里面要方便善巧啦，不要让众生受伤了，这是重要的。39者，谤法不信，是为魔障。自己还谤法还不信，那这当然是魔障。40者，随自欲乐，是为魔障。随着自己喜欢的就这样子去行去做，这是魔障。这个啊，修行人里面呢，要如何真的让自己很稳的安住。话说我们也看很多啦，有的人说啊是修行人啊，哪跟我说欸咱这久齁不去到位吃一个什么的，走我带你来，我今天有闲啊，好啊，这久不犒赏自己的，走，这是欢呼啦，这是欢呼啦啊，多一顿鸡鸭冰真好吃，好走，多一顿冰淇淋不错，一球200块，没有，现在一球100块啦，是吧？好，一球100块，不吃你的后悔啊！好好好，给多吃2球，赚100，是不是？随自欲乐，凡夫一个。41者，乐行非礼，是为魔障，不如法如律了。就是所做的事不符合，毕竟解脱啊，这个佛法的道理。42者，爱乐非法，是为魔障。做一些不是正确的事情，然后有一些法不是正确的，那自己在上面有偏差，这个都是魔障。
43者，所有业障、报障、烦恼障、缠绕积聚，不令散灭，是为魔障。这个就是修行里面呢，常常还是所谓三障的障碍嘛。所以有些时候有业障、报障、烦恼障，那让自己哦，好像天罗地网一般呐、啊，未出卡、未出糗，这个是魔障。但这个是就是自己的得恨不够。对于我们有讲过嘛，你业障应该怎么处理，报障要怎么处理，烦恼障要怎么处理，各个都有它精进的一个点重点。所以如果你有 发大心要修行的时候，自然啊，要行菩萨道自然有魔考啦。那这些魔考就要靠自己坚定的菩提心而跨越过去。44者，心垢不除是为魔障。如果内心啊有好多的垢秽，那这是障碍自己嘛，这是魔障。45者，与诸俗缘是为魔障，也就是跟众生所要结构的是世俗的缘，那这就是魔障。同学，我们要结什么缘？人说啊，来来来，俗缘我给你结一个善缘啊，不过是善啊，他说结个法缘，那就是要有内容啊。说我们开始说啊，结个缘，那个是一个方便善巧，后面就会讲到。菩萨以这个物质的布施啊，接下来就是要法施，那这个才会从世俗里面再把出世间的这个法缘结起来。那这个不是我跟你结。常常讲啊，咱结一个缘，结一个缘，是我跟你要结缘，安尼就是我跟你相伴尔。今天如果说我们一起，我们今天结什么缘？我们今天结的是三宝缘，我们今天结的是一起共振菩提的法缘，不是我跟你结缘，而是我们一起在接受世尊的教导、诸佛的教导，所以这是一个教学相长的角色。那我们结什么缘？就是成佛的一起要修行的缘，没有谁高谁低，谁有谁没有，因为能聆听佛法的众生皆是一样的，对不对？而且就像世尊所讲啊，每一场法会里面啊，还有十法界的众生参与，纵使诸佛没有现全身，也有九法界，对不对？所以这个地方啊，我们要了解，这个不是结这种俗缘啊。如果只是为了这样的想法，那就是魔障。所以这个第九大愿呢、啊，我们今天介绍的这样子算是完整。也就是我们如果有任何一丝的不正确、邪思邪想，我们要自己转。那如果看到众生，那我们也慢慢带引他能够改变。那虽然我们不能全面的改变众生，那有些时候从他的邪归正，至少方向有了之后，我们可以请三宝的一些法宝来给他加强，介绍他听闻佛法，介绍他一些正知见，那就是大家一起来。比如啊，你可能家眷里面有些人啊，他思想上面还没有转过来，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拿三宝里面的一些道理告诉他，那自己呢这个行为啊、身教啊、自己展现出来如法如律，那他愿意跟上之后，你不要以为你是唯一的导师，我们一定要把他拉到跟三宝的直接关系，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能力，所以我们要带引他皈依三宝，带引他聆听佛法，让他自己把这个正途走出来，这样子才是正确的。那如果说你的思考错误了，你有些时候想说啊，这得是我多的啊，这得我的，你跟你家你孙，就错了，就错了。如果说我们今天呢，大家是一起学佛的，那我们有这样的因缘，那有这样的因缘，我们都是皈依三宝的佛弟子。好，那可能某一些法语你相应，那之后呢？之后你要启发、开发你的菩提心，你的正知正见。那我也是在修行啊，
我也是修行，你也在修行，于是我们要一起恭敬三宝。那有什么？这个诸佛菩萨的经论，那介绍给你，介绍给你。然后，如果我们有什么不懂的地方，我们一起研究。敬未来记，谁是谁的师，都是一样的啦。这样子的角度，你就不会在这佛教的佛法里面有三头见，有支，有这个派系分别。像这样子，你都切割了嘛？那众生才开学佛，就已经给他染污，这样不好。所以要打开这种心中的偏差的想法。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入药师如来的第十大愿，这是经文里面的第33页。今天要进入第十大愿，我们先把它了解一下。这个是行福解脱愿。行福解脱愿里面呢，经文是短短的，每一愿都短短的，但是它却有很完整啊这个内涵。佛能够完成一愿呢，其实是不容易的。真的能够发愿而圆满是不容易的。我们先把这个经文念一遍。第十大愿，愿我来世得菩提时，若诸有情王法所录，雷伏鞭挞，细毙牢狱，或当行路，及于无量灾难临入，悲愁艰迫，身心受苦。若闻我名，以我福德威神力故，皆得解脱一切忧苦。这药师如来啊，他说我的第十个大愿啊，就是啊，愿我在来生来世不知道什么时候得证菩提的时候，表示他所有的一切圆满啊。若诸有情啊，如果有情的众生，王法所录，为什么会王法所录呢？他可能作奸犯科了，或者是他无知而触法，然后受到王法的追究，要制裁他。雷伏鞭挞，雷的意思啊，就是古时候用捆绑犯人的那种粗粗黑色的绳子啊，不是像咱今麦红色的尼龙绳啊，以前那是黑黑粗粗的那种。这个雷比喻监狱啦，就是捆绑起来，服务当然就是绑着嘛。啊，就是这个作奸犯科的人呢，他遭受到捆绑，然后鞭挞鞭打，这个挞法，过去有古时候有一种刑罚是用鞭子抽的，抽下去，腿都扭起来，那种啊。所以如果他呢作奸犯科啊，被追究制裁，关起来了，绑起来了，然后受这种鞭罚，鞭子打的刑罚，细毙牢狱，身体呢当然了已经关到监狱里面了，这个是身啊，这是在讲身的嘛，对不对？或当行路，或是已经判罪了，要杀戮了。那如果还没要杀戮之前呢，急于无量灾难临入，中间面临了很多种种啊，其他种种无量无边，没有办法算，没有办法说得明白的那种七五临入。这个过去啊都有这个所谓那种叫什么困大行交，什么叫屈打成招，是不是？还有冤狱啊，有没有？好，所以呢，这个药师佛说啊，这个众生啊，如果有这样子被欺侮啊、凌辱啊，这个心啊，对，就是讲身心的心啊，悲愁艰迫，他内心感到悲哀啊、愁苦，好多好多不知道如何处理的，所以煎熬逼迫着他，身心都饱受的苦难。这个时候药师佛说了，如果众生啊若闻我名，
听到我的名号，以我的福德为神力故，皆得解脱一切忧苦。听到我的名号，然后因为我的福德跟威神力，他可以从身心从这个地方解脱出来，而不再那么忧恼，而不再感受到痛苦。这是文字上的表面解释，听起来药师佛是不是威力无穷，对不对？真的只这样，这样我们应该就没人要继续坐家。其实这里面是要修的，它是有一些过程跟有一些内涵。为什么听闻药师佛可以如此？这里面不是我听听就有效，这里面还有好多你必须修行，必须转念。那你在这里面呢，要有所改变。那我们听到这里也会有一个思考。那我以前开始读这个时候，我就心里想，这药师佛你这样对吗？那是凡夫嘛，哦，药师佛你这样对吗？他如果错的话，那念念你的名号就解脱一切忧苦。那如果对的人又不知道要念你的名号，那不是错的人被你放出去了吗？很天真的想法，对不对？其实啊，我们在看啊，佛菩萨救度众生，他没有理由，他不需要理由。我们众生要救度众生需要理由，我就一起去参说，这佛菩萨你为什么会这样？后来我终于懂了，当我要去帮助一个人的时候，我不看他前面的理由，我是要帮助他，看他能不能那个心转，那个契机有没有。他那个契机有了，他就能转，因果是他自己要负的。但是救助他是不需要理由的。